述精灵信息，关于我们给人类的最大礼物。传导：纳塔利·格拉森，翻译 ：Google。在上天的祝福下，我们这些体现在地球上树木的灵魂迎接你。作为一个社区和众生的集合，我们很荣幸能亲自与您交流。我们希望与您分享我们的爱与和平，以支援您在地球上的个人和集体升天任务。作为树灵，我们的能量既与造物主的神圣震动联系在一起，又深深地植根于地球母亲的城市震动中。我们居住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使我们能够进入地球和造物主宇宙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更大途径。虽然一棵物理树通常容纳一个灵，但它可以容纳更多。我们就像连接在一起一样连接在一起，这意味着所有的树都是相连的。这种能量和光的网路，使我们能够作为一棵树灵意识存在，作为主动振动和意识的来源。我们是一个能量的合一身体，即使我们看起来是单一的。我们通过我们的网路不断沟通，这是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本质。当你与一棵树连接时，你就在与我们的整个社区意识和我们所有样子和造物主的源头联系起来。我们给人类的最大礼物，我们树灵由于许多原因存在于地球上，我们有许多礼物可以与世界分享，并在支援地球母亲和在地球的能量振动中保持稳定方面发挥着特定的作用。然而，我们希望与人类分享的最伟大的礼物是提醒我们，你与造物主的一切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所有方面有着独特的一体。你独特的合一性是你存在的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你与你自己的关系，也是你与造物主的所有表现的关系。合一是以平安、爱和真理存在的关键，无论你是居住在地球，还是内在层面。合一也是造物主和你的存在的方面，它已被遗忘，甚至可能感到陌生和奇怪，甚至无法思考。我们树灵提到我们是体现一棵物质树的个体，但我们与所有其他树灵相连，同时创造了我们最纯粹的光和意识的源泉合景，我们可以利用它，这是我们的真理。在地球上的一些文明中，人类已经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和存在。你能想象你现在的样子，一个存在于肉体中的灵魂吗？你的灵魂意识和意识与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灵魂相连接，如此相互联系，以至于你可以从地球上所有灵魂的联合能量中汲取智慧、疗愈、力量、爱、真理等等。这种团结的能量变得像一个强大的力量和一个带你前进的基础。你是你希望成为的这个来源的任何方面的表达。你从不孤单，并且对所有生物感到熟悉，无论你以前是否进行过身体交流。你也认识到所有众生都是他们自我的最高表现。你认识到这已经是你的真理了吗？它只需要被充分实现和体验。我们的目的是支援你和全人类，以实现和体验你独特的合一性，它所拥有的力量，以及它所创造的对你对地球的感知和体验的转变。当你开始意识到你与人类独特的合一性，并且许多人类也这样做时，这将溶解和治愈许多在地球上造成痛苦和痛苦的问题。因此，人类将参与和平和培育的行动，在地球上带来许多人渴望和珍视的转变。一旦人类开始记住他们独特的自然联系和合一能力，
那么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可以体验到与造物主的所有生物和方面的合一，从自然世界到动物世界，从内在的层面生物到造物主的源头。一旦你掌握并认识到你与人类合一和合一的自然能力，与造物主的一切合一和合一，即使是造物主的核心，也会完全开放给你去探索。因此，你仍然是一个灵魂化身，在一个物质的身体里，同时与造物主的爱、活跃的能量和纯粹的意识相连。一切都可供您使用。我们给你的礼物是，我们树灵邀请你来和我们坐在一起，让我们把你整合到我们团结的意识中，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与造物主的一面合而为一的感觉。首先，找到一棵你觉得舒服的实体树，对树说，问候，我感到被引导与你一起工作。我想请你引导我与你与所有树灵所经历的合一和合一联系起来，这样我就可以知道这种感觉和感觉，启动我内在的一致性。你愿意和我一起工作并指导我吗？等待一个回应，它可能作为一个愿景、思想、言语、感觉或内在的认知来到你身边。如果反应是同意的，那么进入树的能量场，坐在或站在你觉得最合适的地方。花点时间深呼吸，在你的存在中建立联系，专注于将你灵魂的真理和光散发出到你的整个存在和耳道领域。将能量从你的心向下发送到地球母亲，锚定和连接大地，你的存在，让地球母亲支援你。将纯洁的爱和接受从你的心之脉轮发送到你身边的树上。你可以想象你的能量直接流入树干，沿着树根流到整个树干，或者从树枝的末端进入树干和树根。一旦你设想了这一点，要意识到树灵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把它的能量发送到你的存在中。让自己充满树灵的光和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心脉轮上，你被树灵的光芒所包围。想象、感知或承认你存在于树灵的核心和核心能量中，开始感觉到一种合一和合一与树灵在你的存在中发生。在里面说，请向我展示你现在与所有树灵的联系和合一，以及你从中汲取的光和源泉。谢谢。只需深呼吸并观察，树灵将向你展示它与所有树灵的合一性，以一种服务和激励你的方式。当你觉得这个过程已经完成时，请地球母亲和你的导师让你回到地球、你的身体和现实。我们爱你，树精灵。谢谢收听，感恩祝福。